我看您刚才跟这个姚明啊他们都还聊得挺开心的啊今天是怎么会到这儿啊你是在视频吗啊是是是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嗯是是刚刚看到你们几个在这边看这个比赛对对对嗯是是嗯就想问一下说屋顶里面有阳光我有点那个背景我有点看反光不行哦哦没事没事啊我有没有没听见你刚才说这次是从哪儿来 哦北京啊自从北京过来对吧现在是住在家里吗对一直都住在家里哦一直都住在家里出入自由吗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这个安全出入自由吗就是会有人来监视啊或者是怎么样吗为什么会有人监视一直都很自由哦哦因为你上个月初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条文 可能有一些陈述但是CGTN上个月又发出来一个自称是您写给WTA主席的这个电邮这封电邮是您自己写的吗英文的电邮对你是几个问题的因为你那个我有点听不清楚对不起啊对不起CGTN在这个推特上面发了一个英文的那个电子邮件说您给WTA的主席发了一封电邮信里边说这个性侵的这个事实是不真实的是这样吗 这封电邮是您自己写的吗我觉得你这是几个问题啊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从未说过写过任何人性侵犯这一点是要非常强调清楚的然后关于微博首先呢是我个人隐私的问题那已经 有可能这个大家有很多的误解所以呢不存在任何就是说这种扭曲的解读然后关于你刚才说这个WTA的这个新闻对这个电邮是您自己写的吗中文 我回复给WTA CEO先生西蒙本人的这个信 我的英文水平不够翻就是没我没有办法能够把中文译成英文所以中文完全是我本人写的然后刚才那个CGTN的推特的英文是翻译版本但是意思和我回复西蒙先生本人的这个邮件结构是没有任何这个信息差异的您写给WTA Simon的这个信 中文的也是出自您本人的意愿吗完全出自您本人的意愿那之后国际奥委会好像也有和您做这个视频第一次是半个小时左右第二次没有说这个时长大概是几号做的两次的这个视讯通话您还记得吗和国际奥委会几号呢我肯定不可能记得清楚但是首先我觉得非常感谢国际奥委会巴赫先生然后还有艾玛女士还有李主任我很开心跟他们这个有这个视频的交流那个视频是在家里边做的这个视讯通话吗是在北京的家里边哦OK您接下来还有出国的打算吗 接下来还有出国就是出国的打算或者说是去其他地方就像这次来上海观看这个滑雪比赛一样如果在疫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更不是说安全吧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出去的话你首先因为我现在就是比赛然后呢我不会是说国外的会去如果正常的你要是以后希望就是说我不知道看比赛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有就是正常的吧你不能是说因为我要去额外证明了什么然后我现在我出去是干什么你告诉我在北京平时都做些什么每天都有出门吗
或者是去会会朋友啊，还是怎么样，都做些什么事情？大家也很关心你的业余爱好。这个我觉得留给下次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吧。啊，谢谢大家。您是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昨天到的吗？啊，对，啊，昨天到的。啊啊。Thank you.
A friend of Mr. Miles' China Adventures asks the Western media to stop disgracing yourselves. Stop stalking Peng Shuai. Leave the poor girl alone. Listen, human beings make mistakes. A high-level celebrity tennis player had a sordid, adulterous affair with a married guy who was also a high-level official, in his case, a government official. Folks, okay? When you're a single person and you have an affair with a married person, you're a homewrecker. She did not do a good thing. She's living with a lot of regret. He's just as bad. You could reverse it. If it's a woman, a married woman who has an affair with a single guy, then the single guy's the homewrecker. Folks, this is called adultery. This is ugly.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allow to be posted in social media, and I'm glad for that. Leave the poor girl alone to deal with her life.